你的都两边没有了中，你的变作是猜猜给猜一题，因为两边有破山，因为两边有破水，两边做的太厉害，给看下心情太伤痛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做的情没动你大天气。本分局哈，在这个1911年哦，大正三年成立的，啊，在昭和五年的时候啊，正式建设成就本分局，哦，那时候在增加这个海端，还有这个延平乡，哦，总共有五个乡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那个布农的八部回音在？哦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。前面那边是。好，谢谢，可以帮我们照相吗？好，好。来笑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大哥，哎，我是来练习那个八部合音的。哦，但是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先喝一杯。我以前也是唱合唱团的，我是唱贝斯音啊。不是饿了，哪里有饿？饿就要睡觉了了哦。啊！像这个布农族没有啊的了，有一种是 A 跟 U。哦。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再喝没有？哎，对对。看上面，看天空。上海亮，我亮。哎，那这样就不错了。就要高一点了。比较高。叫我去参加什么八部合唱？你不是说你晚上很 bored， 只能 watch TV 没有 entertainment？ 你能正常的跟我讲话吗？我是说，你不是说你晚上很无聊，只能看电视没有娱乐？对啊。那你不是说你喜欢音乐，吹萨克斯风？对啊。那就对了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才帮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，你要知道，台东警察合唱团是有出国表演过的，我自己多想去啊，可是我把机会让给你。是这样子的哦。哎呀，那以后你去就好了。好。喂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为什么？要参加八部合音合唱团，是要组龄挑选过，要有福气的人才可以去。你是说寡龟之类的吗？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你要先去祖林的坟墓住，
然后祈求三天三夜，然后请有牌照的巫师帮你执行仪式。对，对，但是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啊，所以我才说我为了你尽心尽力啊。而且你又不是原住民，我求了很久，祖灵才答应让你加入，结果你才刚加入，你又要退出，那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原住民？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现在退出就是对原住民的侮辱啦。你这样子，其他派出所的原住民员警会讨厌我们呢。而且要是管区的原住民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这不就破坏了我们长久一直经营的警民关系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去就去呗。真的哈、哦？嗯。那你以后练习不要翘头，不然左邻会惩罚你。是。干照，那你不是阿米族的吗？不懂的左邻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？而且八部合音是分局的社团练习，有空才去。你整他哦。嘘，说他，你别让阿伟听到。我是看他一个人在这边很可怜很无聊啊。不行，参加社团可以了解原住民文化，又可以打发时间，很充实啊。那你礼拜四晚上夜班全部让你指控。阿伟，阿伟，嘘，雷兄派出所你好，有什么事可以服务吗？钟文慧失踪了，他从早上六点半以后就不见踪影，我担心他会出事，所以要请派出所这边的人立刻帮我找人，
拜托你们动作快一点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急。你说小慧失踪了，请问您是？我是钟文慧的母亲孙秀兰。不是吧？据我所知，小慧的妈妈在外地工作，怎么可能第一时间打电话来通报说她女儿失踪了？哎，太太，你莫卡来乱呢。卡来乱？有人没事会说自己女儿失踪吗？我是钟文慧的母亲，你大概是新来的警察，弄不清楚状况哦。你叫嘎照过来听电话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新来的警察，我叫高畅伟，还有嘎照他出去巡逻了。那你叫所长接电话，我自己跟他说。不好意思，所长他也不在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打温吉星的手机跟他报案，晚一点再请他好好管教他的部署，这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喂，还问题啊，莫名其妙。哪个部门会拿小孩失踪的事情开玩笑？这个警察竟然怀疑我的身份，我不明白你的部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秀兰，你也不用着急了哈，我们这个远景态度不佳，待会我叫他跟你赔不是了，这个要确认身份在所难免嘛。阿伟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为我之前态度跟你道歉。好啦，那现在就已经道歉了嘛，但是小慧的事情比较要紧啊。你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。就是一大早的时候我叫小慧吃饭，她就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去上学，可是同学老师都说她没有去上课啊，该去找的地方我也找了，打电话给她也没有人接，这不是失踪是什么呢？好了，现在还不一定是失踪了啊，那可能贪玩嘛，这个你想一下，他可能会去哪里啊？那个我们幸福里就这么一点大，他能跑去哪里嘛？对不对？从来天气没到啊，我就真好奇怪，你给他提件的吼，你无简单装作点装来看去哦，天都唔好去来照咧。哎妹，哎，都是哎你很冷清咯，一定啦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乱紧张？唐才啊，没有意思，唐不耐心哦，没有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找到小慧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小慧就是不见了。难怪他今天没有来代替包口练团，奇怪，他之前什么都没说哎。小杰。小慧跟你一起练歌。对啊，我们那个 vocal 外务有时候很多，所以只是请他帮忙一下而已。我叫他专心念书，他全没听进去。哎，受重啊，他讲哦，跟你总有看到小慧啊，你天天就看到哦。有啊，我有看到小慧啊，那是当时。就早起，我伫路边抓土的时阵，那底伸个懒腰做早操安尼。一个人啊，呢，咿咿呀呀，安尼行去山边那边，行去山边，无啦，
有啦，我今麦已经清醒了，我嘛是你丢的你。你确定小慧不是往学校方向走吗？不是啦，伊绝对不是行一条路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今麦足清醒。学校相反的方向，从这样判断，小慧有可能离开幸福里了。离开幸福里，那不是更难找吗？是不是要通知隔壁的派出所一起找人？那我们现在哈，真的不用太紧张了。哦，那个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严重了。哦，那个阿伟，对，你把那个监视器的录影画面哈调出来看看。哦，好。嘎扎，你去小慧的学校去问问看老师跟他的同学。是。哦，看问得到什么东西吗？还有，那个国恩那边啊。叫他回来之后啊，马上发出那个细菌通知，好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帮忙去学校问问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。秀兰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当作失踪人口来处理，啊、哦，可是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啦、啊，啊、哦，这小慧就像我们的一家人一样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找她的。可是，阿姨，不然我们先回去好了，搞不好小慧已经在家了。对啊，先等你休息啦，等看嘛是安那。事情，爱听书，唔亲娘讲，我当讲唔亲老外，跟住变成亲戚。叫你用啥？那朋友啊，你点话？那啲啊。昨天去素材，像面膜老板是讲过话的。手链是亲手去捅好面膜的。膜。安尼啊，本来是因为印象离家出走的吼。阿爷呢？阿爷改变面膜的消息。是。啊，陈所长，有中文会的消息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我立刻派人过去哈。好，谢谢。所长，杨希啊。啊？杨希好。杨希啊。哎。哇。你注意看看啊。哦。观察改变嘞。哎。好。大米，这边哈，叔叔，帮你用。我你？哎呀，快点，然后呢，电话未拨的，但是管上派出所警察来来开始，我阿放你一条。嗯。前面的事情是给你断一口的，我再讲，小慧就像来多没穷用。嗯。哎呀。
没做对了，你就问题啊。哦哦，阿伯，我不用了。不会啊，黑工做你请到你，那你没听用。哦。张姐妹，这个是泡泡红茶店的店员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问他。好，谢谢所长，谢谢。我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叙述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？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来我们店里喝饮料。女孩子年龄看起来和我差不多，但是她和那个男子看起来很不熟。那个女孩子，她就是你们要找的失踪人口。然后她，我记得她好像是短头。我们不是说好价钱吗？但是我的钱真的是不够了，拜托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不行，我已经算便宜了。因为我的钱真的是不够。算了，不卖了，已经是最低的价钱。现在你不要急着走吧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不卖我了吗？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对他们对话内容好像有谈到钱的问题。钱？就是后来那个女孩子，她很生气就走掉，然后连尿都没有喝完。你说你有看到他跟一群不良少年的讲话？对。然后呢？那不良少年就拉拉扯扯的。拉扯。三句啊，不是到我这了啦。那小姐，你要去哪里？他说我最熟了。对。啊，妹妹就大声叫救命！放开我！一句话你就打人了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要真打啊！放开我！救命！二十几岁年轻人就出来帮他，年轻人来帮他。放开我！是啦，这我地盘啊，在这边跟我呛呛哈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还有没有其他的？那就是听到妹妹说要带她去医院。医院？对。有人受伤吗？对。谁受伤？就是帮他的那年轻人。他来了！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不清楚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请问你是刚刚打电话来三品人吗？对。详细情形的话，可能要请教我们中医师哦。中医师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中医师你好。嗯，请问您还记得他们的谈话内容吗？记得啊。他们两个真的很怪。很怪。我怀疑那个小妹妹跟那个男生的关系不单纯。不单纯？怎么说呢？因为那天他们讲话的内容有一些矛盾。
现在是在我们医院调的，要不要我们帮你去找？还是啊，我们请警察过来帮个忙？不用了，不用报警。这样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哎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。他的证件掉了，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他压一下证件，好让他去帮他压。这样。哦。好啊好啊，我是他妹，我来付。妹妹啊。这个。对。是元宵吧？什么名字？叫钟文慧，你叫我小慧就可以了。小慧。我是。雅野，你知道，你昨天留在民宿上面的名字，我看到了。幸福里要做什么？哦。还有啊，你在日本啊是做什么的？我。嗯。我在日本。跟大家一样，工作生活。我去幸福里是。到处旅游，那我对你没事。那你呢？看起来应该是高中生吧？没有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做网络拍卖的，昨天有个楼机上没有办法付钱，就不用还在这边多待一天，还要找别的买家买我的编织手环。编织手环。嗯，我只要多卖一条，我就可以多赚一些钱了。嗯、你会做编织手环？没有啦，那是我祖母做的，我只是负责卖而已。嗯、你看，很漂亮吧？你喜欢吗？我可以算你便宜点哦，反正你刚刚都有救我。嗯，还有，还有很多样式。啊，这两个你也可以看看。还有一条很漂亮。阿伟两个人进来一下。
交际。不可能，所长，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小慧，她不会做这种事啊。这我晓得，可是按照伯恩的说法，小慧曾经跟两个男子先后会面，又有谈到金钱，所以目前只好就这样子推测。可是伯恩不是也有说吗？她跟第二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久，这样看起来也不像是绑架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所以我同意伯恩的判断，原本我们以为小慧只是离家出走，可是现在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很可能是被人家拐骗。事情太了了，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，万一对方是人口贩子还是人蛇集团的话，小慧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。所长，那我们应该马上行动。目前都还只是推断而已啦，我会请伯恩再继续调查一下，让你们知道一下。阿健有事吗？阿所长，小慧怎么进来？好，请他在外头先等一下。是。所长，怎么跟他妈妈说的？难道你们这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都没有小慧的消息。秀兰，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小慧她可能被诱拐。妈嫂，阿嫂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阿干嘛了啦？我怎么办？我是双人在等你啊。这什么办呢？干嘛了啦？喂，喂，你怎么乱跑啊？没有乱跑。我只是在看地图。看地图干嘛？跟我走就好了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看地图，幸福里的位置在这一站的北方。可是火车好像是要往南方去台东，我们会不会搭错方向了？地图啊，我看。他可能写错了，写错了。不要看地图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边的台东人，我很清楚知道怎么走。幸福里是不是？幸福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这边。不对，应该是往这边走了，这边，这边往这边走。
刚刚不是跟我说搭火车到信子乡要往南走，可是火车却是左反方向。你真的知道信子乡的位置吗？是哦，但是搭公车比较舒服，还有冷气可以开。喂，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？你有看过这边的风景吗？很漂亮。好，你不回答的话，我要下车了。拜拜。就不想的，你在干嘛？小慧已经忙了，那我本人乖啊。就别讲，你捌听过迄个人蛇集团，迄落恐怖嘛，夭寿了。你甲人迄个肝啦、筋啦、一寡心啦，我安尼挂挂的摕去卖呢。吼、哦，你表白啊！你莫咧乌白迄惊人啦！啊，恁爹啊，恁爹啦！哎，前面的段好好演员嘞，莫甲遐讲去怪着啊。是啥哦？不行，阿哥啊吼，唔怕妹呀，妈妈够清楚啦。哦，也没有，我讲啊，你去排泄妹啦。还是有唐小慧讲啦，讲啊吼，阿妈妈过伊广东呀，阿孙呀，另外啲石头路啊吼，都喺马行威市场大天花，妹伊来嘅，阿黑科呀吼。刚刚一时注意嘛，做唔得。林斌哦，小慧我应该从他家讲啊吼，肯定系因大天花不易，他伊保证讲啊，一定会好来照顾小慧，然后以后不易留言的。哦，错错。哦，那一天呐、啊，我在派出所、啊、听因母啊讲讲话，哦，真正拢无变，其实安尼看起来足温柔的，其实哦，内底佫足硬脚。躺喺度，小兰安全安尼较紧要。嗯，佮几多家门阿落台咩？唱得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站长，来来来，查一查。哎，我问你哦，小慧因母啊，明明就是阿密斯啊，是安尼个性啊，较讲硬安尼，严肃个安尼。这个问题很深奥，我没有想过。啊，阿美族的妈妈本来就比较强势啊，而且啊，小慧她妈妈又是单亲妈妈，压力会比较大、啊。再说，你也不是原住民啊，你还不是一样爱喝酒、爱抬杠，比我还要爱唱歌呢。这样子说啊，不是啊，人你讲这些嘛是有道理的。对啊，哎，干啥？要非常心忙啊！忙呢？忙。我们还在找啦，太辛苦了。哎，秀兰，你来了。白玉，这是你给我拿的东西吧？啊，哎，一起坐啊。不了，我家还有事，我先回去好了。啊，好啦，对，你去忙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往过，过，喂。钟文慧，你在哪？
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我人很好啊，我没事啊。好，我知道你很怕，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，你就说你很累，这样我就知道了。真的啦，没有人诱拐我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啊，姐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啦，我是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啊？姐，你帮我在我的房间啊，找好看有没有一条编织手环，好不好？是红色、白色、黄色那一条。对，那一条，你有看到吗？在你桌上啊。姐，那你可不可以拿给我？怎么拿给你啊？你先用纸盒把那个编织手环把它先放好，然后我们约在那个清水公园脚踏车停车场，好不好？你就在那个脚踏车停车场第二排哦，是第二排哦。其中任何一辆的置物篮，你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我会过去拿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你一定要带来哦。就先这样哦，拜拜。走。哦。劳动忙，来关一下。你关，有料做满了。好，先送他。嗯。然后受伤报告诶，掉到天井出来，然后你赶紧好。王慧，Not far away. Oh,
放心带。OK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Yeah。Your girlfriend？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Have a nice trip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拜拜。你是做毛鸡啊？你谈唔识啦。唔惊你啦 ，OK 啊，唔惊你，咩事唔惊你啊？困眠多好吧？请一下，夹夹。你要我帮你演一场戏，你是要拿到这个？这个很重要哎，算了，跟你讲你也不懂。